けど。先生，到商府什么地方去？纬一路日本洋行。哎，好了。哎，老弟啊，跑一天能赚多少钱呢？他妈的，别提了，张宗昌在的时候啊，一天还能弄个两三块钱，现在也就块八毛的。为什么？如今的韩主席啊，熊规矩特别多，不准当官的坐洋车，我们这拉车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我家里的老娘得了痨病，没有钱，医院就不收我，总不能让老人在家里等死啊。哎，新出锅的热花蛋，又香又好吃，赶快来买！啊，又下去了，没人。哎呦哎呦哎！你们要绑票？滚蛋！你看，拿来。什么？烟土，大烟。哎呀，两位兄弟，我从来不抽大烟呐，是因为给我那人治病，就买了一块钱的。我看你老小子是不知死活的鬼。韩主席有令，买卖烟土满一元者，通通枪毙。啊！两位兄弟，你们帮帮忙吧，拿去买双鞋吧。混蛋！起来！收买警官罪加一等，拿出来！快！干嘛不要？我看这样吧，钱和烟土归我们，换你一条小命，破财消灾嘛！哎、啊，哎，滚吧！哎，刘德贵，你不想活了？要是查出来，不枪毙也得判个无期。嗨，你小子也太胆小了！他妈如今这年月啊，哪个做官事的不贪不捞啊？啊，拿着。大烟土啊，就算照顾了哥了啊！不行，我不想把饭碗给砸了。哎呀，小兄弟，高抬贵手，帮帮忙吧。可以，把你们家门牌号码告诉我，到时候叫你们家人来收尸。我们韩主席对你们这些大烟鬼从不留情。我不是烟鬼，怎么的？韩主席也得讲理呀。好，有种。你不是要和韩主席去评理吗？今天正好是他办案的日子，
那就请吧。哎，刘德官，你别胡来，要是让上司知道了，你撞户老杆，说不定赶巧了韩主席一高兴，咱又升官又得赏钱来。走。站住！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啊？干什么呢？报告长官，我们是商署第二警察署的，刚刚抓到了一个大个的老海贩。你们警察署当官的都他妈死绝了啊！执法队长杨树森奉命将候审犯押到，带上来。刘杨二犯，系商府第二警察署侦探，他们知法犯法。知道了。刘德贵。不好，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冤枉啊！兔崽子！你身为警察，执法犯法，留你这种满肚子坏水的混球，白糟蹋粮食。杨志远，到。你小子敢抓本主席，还敢打我？胆子不小啊！我也不知道你是省主席，谁让你买大烟了？好小子，算咱们爷们有缘分，就留在我身边当个勤务兵吧。谢主席恩典。哎，韩主席断案有个规矩，右立者枪毙，左立者开释，你站在这儿不是找死吗？我冤枉啊！你们别拦着我，主席大人，我冤枉啊！小人冤枉啊！我冤枉啊！怎么回事？小人我就偷了一只鸡，济南市警察局就打了我50大板，还要再罚我50块钱，请大人给小人做主啊！请大人。你小子可真胆大包天呐！那鸡一抓就嘎嘎直叫，你也敢偷？还有什么你不敢的？
今天是小偷，将来必成大盗。哎，你算什么韩青天呢？你凭什么判我死罪呀？你凭什么判我死罪？你算什么韩青天呢？啊！该找你小子倒霉，赶上今天阴天。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就是反。怎么回事？我们抗议，你们快快的，统统的把人交出来！交出来！哼！赶快放人，否则我们找你们韩主席算账。怎么回事？让开！李人是省府秘书长张少堂，这位是民政厅长李树春先生。不行的，叫你们韩主席快快地出来。韩主席公务繁忙，特差遣我们代表他，有话请讲。请问你们的韩主席凭什么抓我们央行的经理？说。因为你们日本洋行贩卖烟土，这是我们日本人的事情，你们中国人的无权的干涉。放肆！这儿不是满洲，更不是日本，你们必须遵守我们的法令，绝不允许你们在我们这个地方任意横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八个鸭绿，哎！海口！哈哈哈哈哈！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你就是韩主席夫人的表妹，罗兰小姐。哎呀，幸会幸会啊！请张秘书长和李厅长多多指教。哪里哪里哪里，请请谢谢，请来请。罗小姐一拳打跑了，罗小姐这几下子，那才叫打得痛快他们罗家是全国颇有名气的武术世家，几个小鬼子哪在话下？就是啊，罗小姐可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哪里，李厅长过奖了。主席，罗小姐文武全才呀，不正是一位
难得的秘书人选吗？您看。好，就这么定了。哎。哎呀，不成不成，我可不是当秘书的材料啊。大表姐，嗯，你看，哎，什么成不成的？我看呢，你就留下吧啊。夫人这话一点不假。太太，太太，徐曼华，什么事啊？夜宵好了。哦。哦，对了。这是我表妹罗兰，就住在后边小楼里。从今天起呀，你就搬过去伺候她好了。嗯，是太太。主席。南京急电，限你三日之内将凶手陈俊岭押往南京。主席，这可是委员长的电报啊！啊，这都是要陈俊岭的电报，蒋介石的，宋美龄的，还有陈立夫和陈果夫的。主席，张伟村被害已经好几个月了，陈俊岭至今冥死不招。既然委员长三令五申的要人，依我看，不如干脆顺水推舟，何苦为此案落个抗命不尊的罪名呢？嗯，那正好中了老蒋的圈套啊。圈套？可此案与你有什么相干呢？罗兰，你太年轻了，这不明摆着吗？堂堂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竟然在我山东的地盘上被害，我这省主席的宝座还能稳当吗？姐夫，难道？张伟村是你？嗯，你不是外人，说也无妨。这个张委员是脚踩两只船，你想老蒋他能高兴吗？所以他就想出了个一石二鸟的奸计，杀的是张伟村，打的却是我韩复榘。哦，他们是怕陈俊岭泄露真情，所以才……不。他们和我一样清楚，陈俊岭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他是西溪派在山东的总头目，专门监视我的。我早就想干掉他，正好乘此良机，我也来个一箭双雕，让老蒋哑巴吃黄连。哼，他姓蒋的再厉害，强龙也压不住我这地头蛇。哎呀，大葱就烧酒要上胃的。嗯，大葱就老酒，能活九十九。嗯。嗯。怎么了？来来。哎呀，你呀。哪儿啊？这。这儿。这儿。啊。太太，少奶奶说有点头疼。就不来道晚安了，啊！什么奶奶太太，你就喜欢给别人当孙子，哎，没出息！你看，哎，老你啊！从今天起啊，你管我叫先生。嗯。
管她叫义珍夫人。哎呀，行了。管我的孩子叫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要不，趁早给我卷铺盖卷。是先生。喂，是我。什么？陈俊岭自杀了？啊，啊。娘的，果然是他。别动，不然让你脑袋开花。把枪放下。周副官，三更半夜持枪闯到一个独身女人房间里来，想干什么？笑话，回答问题的应该是你。夜深人静，你女扮男装到主席办公室干什么？看来你不是南京的人，就是东京派来的。大概我没说错吧？啊？你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的坐探，我也没说错吧？你想干什么？哼，很简单。既然被你发现了，不如请你陪陪，做鬼也热闹一点。我发誓，我要告发你，我是大姑娘养的。可我怎么能证明你不告发我呢？啊。要钱要命，自己选吧。没说的，够哥们儿，妈。我签字画押。嘘，小声点。罗兰就在楼下，让他听见，都得掉脑袋。我可警告你。你敢捣鬼，你就活不到天亮。哎呀，徐小姐，怎么你到现在还信不过我？曼华小姐，你真是才貌出众，胆量惊人呢。我又佩服又爱慕。怎么？你想人财两得呀？
主席，电文拟好了。蒋委员长，刺客陈俊岭，畏罪自缢身亡。该犯死前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为表彰张委员之功德，省府将拨款5000元为其厚葬，并将原建国中学改名为伟村中学，含复举。嗯，好啊。嗯哼，看来我这撸枪杆子的，就是不如你这算命先生鬼点子多啊！主席过奖，请签字。啊！快扔啊！快扔出去！住手！这是钢笔手枪。钢笔手枪？哪来的？哪来的？主席，这……周副官！主席，怎么回事啊？老实说，昨天晚上谁到主席办公室来过？没谁来过。放屁！昨晚11点我还用过钢笔，没人来过，那就是你干的。哎，主席，我……周副官，你慌什么？我没慌啊。主席，这才是你的笔。主席，问清楚再杀也不迟啊。小伙子，走吧。你娘的病好些了吗？托您老人家的福，比先前好多了。嗯，可是还没有去根儿。报告，主席，这位就是美食斋的总经理。不知主席唤小人前来有何训教？这是从贵公司里买来的。是的，是的。你大概不会不识秤吧？当然，那当然。那就劳你大驾，过来称一称吧。好。哎呀，多少？奇怪呀，粮盒在内应该18两。八成是伙计们一时粗心看错了秤。我回去给补上。回来。哎，难怪老百姓骂你们是奸商。做生意缺斤少两，就是缺德。哎呀，小人知罪，请主席开恩，请主席开恩呐，开恩。你是愿意挨打呀，还是愿意受罚？挨打，扒光裤子。50军棍，受罚500大洋。哎，小人认罚，小人认罚，认罚呀，小人认罚。那好吧，你起来，让他跟你去拿。你要敢少给他一个子儿，我就让你倾家荡产。哎呀，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呐。哎。
哎，谢谢。小伙子，点心我收下了。哎，那500块钱你拿回家去。不，给你老娘看病。剩下的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吧。啊。谢谢韩主席。今天我做了一件蠢事，也做了一件好事啊！啊，走，玩回去。哎，真痛快！罗兰呐，主席，主席，找我有什么吩咐？罗兰，来，陪我坐坐。姐夫，干嘛这样看着我？你呀，平时净穿军装，从来没见你打扮这么漂亮。怎么？好看吗？好看呐，衣服漂亮，人更美。看够了吧？应该休息了。等等，别走啊！陪我说会儿话嘛。来来来来来来。谁都知道我有三个老婆，可他们哪个随我心呢？我的厨子和三姨太睡觉，让我乱棍打死，扔进了黄河。勤务兵和二姨太偷情，也让我给毙了。也就只有一针，对我还算真心呢。可他太老了。别，别这样。让大表姐知道了，多不好意思啊。怕什么？开着灯是姐夫和小姨子，闭着灯就是男人和女人。常言说。
小姨子本来就有姐夫的一半嘛。你们男人的脸皮比城墙还厚。嗯，想不到你这堂堂的韩复榘也……嗨，我韩复榘，那韩复榘也是人呐。我他妈脱光了，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姐夫，没到上班时间呢。主席，秘书长和李厅长有要事相商。去。老李。哦。哎，什么事儿啊？主席。主席，明晚七点，花谷请您赴宴。嗯。花谷又到济南来了？嗯，昨天刚到。此人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高级助手，是个老牌间谍。这我知道。嗯。哎，他一下车就请客，什么意思？花谷此行定与华北自治有关，依我之见，托故回绝。嗯，不妥呀。目前日本在华北陈兵数万，万万不可同他们闹翻。中日之战，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留条后路，有备无患呐。老话头，这条路还是留你自己走吧。我有我的路。小日本千方百计地拉拢我，好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山东。那，咱们就给他个热罐子抱着，先稳住他。这样老蒋。怕我当汉奸，也不敢逼我太甚。他也只能是打一巴掌，再给我甜枣吃。那，咱们就想法，光吃甜枣，他不挨巴掌。请主席三思，恐怕这顿饭是好吃，不好咽呐。你呀，树春，你就是大姑娘上吊死心眼儿，那好吃就吃，不好吃咱不会吐出来啊。哎，老朋友，祝你官运亨通，步步荣升啊！稳当，谢阁下吉言，干干。主席先生，我受比国政府之命，正式向阁下转达一项通知。啊，请讲。比国政府决定邀请您的几位公子去日本读书。
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他们将会受到世界上第一流的教育。请向贵国政府转达我的谢意。只因犬子年幼，尚不明事理，待他们中学毕业以后，我亲自把他们送去。啊，好，一言为定，请。啊，没关系，他们不懂中国话。贵国有句俗话，叫真神面前烧不得假香啊。我不想对老朋友隐瞒山东之行的真正目的，其实想瞒也瞒不过你嘛。花谷先生，你很聪明，我老韩也不算太傻，我看你就别再拐弯抹角了吧。啊，有些机密本不敢泄露的，可为了朋友得两肋插刀嘛。据可靠情报，由于你接收了南京的税收机关截留税款，还有两位省党部委员，一个被你赶走，一个被暗杀，因此蒋介石对你早已恨之入骨啊。老蒋的为人你很清楚，阁下正处在随时遭老蒋暗算的危险之中啊。我劝你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啊。我老韩历来讨厌政治，那玩意杀人不见血，出尔反尔，六亲不认。那么依你之见呢？李国政府恳请韩主席加入华北自治政府，主席之职非你莫属啊。只有阁下才可担此重任。好了，就别给我戴高帽了。你们要的是山东的地盘和我的千军万马，不是要我一个光杆司令。这个事儿非同小可，我一个人说了不行。
只要老兄肯出任华北自治政府的最高首脑，小弟愿跟随左右，效犬马之劳。具体计划嘛，饭后再谈。来，按贵国的风俗，碰杯。干，干。喝，我老韩有个怪毛病，喝酒前说一不二啊，酒后之言通通不算哦。哎，喝来来喝喝。你没喝？哦，哈哈哈哈哈哈！妈的，你们想把老子灌醉，没门儿。啊，这主席，主席太不像话。当心点。主席。主席，你，主席，这，主席，这你叫将计就计，要不怎么收场啊？他妈的，小鬼子心眼真多，想把我孩子弄到日本去做人质，白日做梦。哎呀，想放，别喝了啊！放心吧，至少还能再喝半斤。我可不行了，主席啊，明晚七点，商会请您去北洋戏院看戏，您看。好啊，去给财神爷们捧捧场。哎，喝嘛，喝喝喝。主席不行不行，我可喝不了了。哟，进来。哎，表姐，嗯。为什么不让徐曼华陪您去看戏呢？啊，他走亲戚去了，明儿才能回来呢。哦，请等一等。报告，有紧急情况向主席报告。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看完戏回来再说。这，主席，您不能去啊。为什么？这，我，主席，表姐，你看，说吧，主席，半小时前在八卦楼，警察抓了个小扒手，扒手偷的钱夹子里呢，只有一张纸条。念，是。刘兄大见，明晚七点，
卢老大去北洋看戏，万望刘兄勿失良机。事成之后，写此信领取赏金，敬请酬安。黑梅花顿首。黑梅花。有人要暗害主席，丢包的人就是刺客。丢包人是在挤公共汽车时被盗的，警察抓到小偷后汽车已经开走了，所长觉得信的内容可疑，刚刚派人送来。走走走走，就当没这么回事儿。主席，以树春之见，还是不去为好啊。要是有人故意耍花招吓唬我，试探我的胆量，我要是不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我海福局是个胆小如鼠的孬种？有了，就说主席偶感风寒，贵体欠安，既保全了主席的面子，又可躲过歹徒的暗算。您看，嘿嘿，我倒要看看，他哪个大胆的小子敢对本主席怎么样？主席，黑梅花是谁？刺客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啊，太冒险了。我不是你们都是吃干饭的？这笑话。我养的几十号人的卫队，那不是为了摆威风吓唬人的。主席，这个，你手里的家伙事儿，那是烧火棍呐。我，这，哎，主席，主席，主席，请留步。上来，诸位，山东省政府主席韩福举将军到。先生，什么时候开戏好？主席，您看，开吧。好，好嘞。哎，马前了，马前了。
各位长官，请起，刺客已全部击毙了。女婿们，把我压死了！先生们，真是要命！请安静，请安静！立正！敬礼！主席，老弟，让你受惊了。愿为主席效劳。是。请主席开恩呐！请主席开恩呐！这事儿与我们戏院无关呐！啊，主席。这唱武生的是一票友，我们实在不了解他的底细啊。是是，请主席恕罪，请主席开恩的。既然你们俩都是好人，本主席也不难为你们。哎，马上开戏吧。哎，谢谢主席。开戏，哎，马上开戏，快点。这两个小子鬼头鬼脑，准不是好东西。散了戏，把他们装进麻袋，扔到黄河里去。是。演得好，若兰，告诉胖嫂，让他做几个拿手好菜，再把徐曼华送来的茅台开封，你呀，陪我喝几盅，偷喝韩主席的茅台，小兔崽子！昨天你还偷嘴吃呢。哎，哎啊，这可是主席赏给我的，哎，快端走。好嘞。毒！胖婶儿，把好吃的拿。
让开！哎，这兔崽子，我毙了你！放开我，主席，这酒里有毒！他奶奶的！哎！向方，刚去没几天，你们怎么就回来了？哎，徐万华没跟你们一块儿回来吗？什么？徐万华？啊，我让他留下伺候你的呀。原来是他。这么说，他早就跑了。去。命令公安局全体出动，一定把这个婊子给我抓回来。哎，是，我要亲手毙了他。向方，你先别着急，向方，你先别发火。徐曼华可是南京方面姓秦的介绍来的，千万别伤了朋友的和气啊。对，把秦启荣也抓来见我。是。哎呀，向方，你看你怎么这。说来，我们胖嫂家还有什么人？年轻的给他们安排事做，岁数大的由我供养。是。是你，报告，进来。主席，秦启荣和他的全家已经逃离济南。不是，你们是不是一帮废物啊？去你妈！站住！主席，委座电令，委任你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妈的！需要老子替他卖命的时候，就给个甜枣吃。说不定接着又该是一巴掌了。主席呀、啊，今天上午您和北边来的人谈的怎么样了？嗯，达成三项协议。哦，哎，看来这个买卖做的还值得。主席，这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哪个？少棠，你竟说半句留半句，下当功夫。我是说，主席，连日来日本领事馆多次要求见您，见不见？见呢。马上通知他们，下午3点准到。是，参谋长。哟，马上把炮兵营调来，由你亲自指挥，把日本领事馆给我团团围住。哼，让他们知道，我老韩也不是好惹的。是。慢。主席，使不得呀，闹僵了，不好收场。
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山东，谁他妈侵占我的地盘，我就和他拼命。将军阁下，误会，误会呀、啊！请允许我把比国政府的意思再阐述一遍。贵国政府不就是希望我保持中立吗？是的，是的。这就是说，只许你打我，不许我还手。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哎，我老韩做人历来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谁他妈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你如果你不答应老朋友的请求，我就死在你面前。你请便。不过作为老相识啊，可以白送给他一口棺材。嗯。여지큰와초크구노허헤니허이스라타三元你二三米的。先生们，我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们，从今天起你们日本人在山东的财产我统统没收了，限你们三天之内把你们领事馆的人员和你们的侨民全部给我撤走，不然本主席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口塞口吼还喊什么斯克拉安塔卡特尼扣尼斯路。哎，这小瞎叫什么？他说对你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抗议个屁！花谷先生，你知道我老韩有个怪毛病，喝酒前说一不二。今天本主席连你的一杯茶也没喝，告辞了。战场上见吧。好了，报告。哎呀！主席，李宗仁来电责问，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医院和眷属迁往战区以外。回答八个大字：全面抗战，合分彼此。立即发出。是。还有一封伪作的电报。他们把南京都丢了，哎，老蒋却命令我死守济南。哎，怎么守啊？中保旅都让他们调走了吗？主席，那咱们怎么办呢？撤。啊，主席，这不就是逃？哎，
日军已经占领了蚌埠，我军腹背受敌，再不撤退，几十万人马可真要成了日本人的包子馅了。山东是个好地方啊，多年的心血白费了。可咱们也不能抻着脖子等着挨刀啊，只要咱们手里有军队，就不愁抓不着地盘。马上行动。是。主席啊，你考虑到抗命不尊的后果吗？哎，顾不了那么多了，再不走可真要唱霸王别姬了。主席，恕我直言，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啊。我劝主席效仿那些坚持抗战的英雄好汉。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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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韩复榘，我谁也不学，我谁也不学。报告，起立。主席，李宗仁电令你坚守泰安。回电，还是八个大字。南京不守，何况泰安？是。主席，李宗仁电请韩主席同去参加委员长召开的北方高级抗日将领会议。不去，就说我病了，让教育厅长何思源带我参加。是。主席，委座密电。念。向方帝，诸多军务急需面商，明日午前专列到达，蒋中正。什主席，天都快亮了，怎么还没睡啊？睡不着啊？你怎么回事啊？我也是。主席，枪擦好了，子弹也装满了。深更半夜不睡觉，擦枪干什么？自打委员长来了电报，我的右眼皮一个劲儿的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放心吧，孩子，在咱们地盘上不会出事的。嗯。
钱主任，欢迎欢迎。委座的啊，请韩主席不要见怪嘛。委员长一身全中华之安危，小弟重任在肩，不得不先下来查看一下啊。啊啊，请。啊。主席，恭喜顶报。请委座赶快下车出战。哎呀，看来是来不及了，还是请韩主席赶快上车，开到野外山洞暂避一时啊。怎么办呢？这韩主席卫队赶快上车，快快快上车。主席快上车，快上车。韩主席请请请大家散开，迎面！韩主席请您见谅，目前正值中日交战的非常时期，委员长的车厢嘛必然是敌机轰炸的目标，所以您请坐。来人呐，给韩主席看茶。是。韩主席，有件事情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委员长曾经接过几份密报，说是日本人的飞机从来不炸韩复榘，现在这些谣言可以不攻自破了。钱主任高见，那全是胡说八道嘛，是吧，罗兰？啊？报告，什么事？防空瞭望哨里一个人也没有。啊？专列已经出了山东地面，看来没什么危险了。是不是马上停车？是啊，不过委座有令，专列沿途就不停了。为什么？各战区的司令长官们都已全部到齐，他们联名电请委座要立即返回，所以我呢？委座让我转告韩主席，一来您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理应参加高级军事会议；二来嘛，委座也想让他的保健医生为您检查一下身体。您看，韩主席，这既是委座的一片盛情，又是命令。您看，委座一番好意，我韩某不能不识抬举。不过，请您放心，根据委座的旨意，我已通知了山东省府，并且命孙同轩朱将军明日午前赶来参加会议。委座现在正批几份紧急的公文，之后他要亲自陪您吃午饭。这就不必了吧？啊，韩主席。这是委座送给你的
哈瓦那雪茄烟。不瞒您说，委座从不许任何人在他的车厢里抽烟。如果你想抽的话，那就抽吧，没关系啊，抽吧抽吧，没关系。我戒烟了。哎呀，韩主席，这你可骗不了我呀！你的烟瘾，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啊？啊！抽吧，抽吧，抽吧！姐夫，离开山东，只能将就着吃小葱了。山东是个好地方啊。喂，哪一位啊？我是钱大军呐、啊，韩主席，您好啊。委座在专列上没有见到您，很不高兴，问我为什么不叫醒。还把我大骂了一顿。现在委座想请你马上来啊，我已经派车去接你了。谢谢，谢谢。武装带。是。主席，觐见委员长不许带枪啊。妈的，大衙门口的熊规矩就是多。韩主席，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韩副局。韩副局，你违抗军令，擅弃国土，该当何罪？那么请问，南京比济南早失守了整整十天，造成了30万中国人被日寇大屠杀的惨案，这应该由谁来负责啊？东三省沦陷，华北失守，这应该治谁的罪？不许胡说八道！老子就是不服。哎，你们他妈丢了国都都没事儿，凭什么偏偏要治我韩副局的罪啊？你住口！我再问你，据报你同许多日本间谍和高级军政官员交往甚密，多次举行秘密会谈，作何解释？什么？那些跟随我多年、身经百战的将士，他们可以证明我韩副局是不是汉奸？你有什么资格审问我？哎，就连外国报纸都说你何应钦是亲日派，啊？这不成了真汉奸，审判假汉奸了吗？啊？你主席，罗兰，
傻大了，这一切全是圈套，都怪我不好，我不该劝你到这儿来，是我害了你。好了好了，别说傻话了，我与老蒋周旋了多年，到底没能逃出他的手掌心啊。不怪你，不怪你。哎，他们怎么能让你来看我呀？姐夫，你坐。是冯玉祥将军托人求情才放我进来的。啊，另外孙同轩、刘淑香几位长官已经到了，他们正四处奔走，设法救你出去。姐夫，你就放心吧。无济于事，已经晚了。他们抓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我失守了济南，而是因为我一直不肯俯首帖耳，听命于老蒋啊。姐夫，就在你被捕的当天晚上，戴笠单独审问过我。啊？他问你什么？他问我知不知道你跟四川省主席刘湘密谋策划在中央入川之时置老蒋于死地的情况。啊？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只好把我放了。啊？对，姐夫，听说八天前戴笠去医院探望刘湘之后，他突然大口吐血而死。姐夫，这么说，真有此事？嗯。不过，刘湘已死，我拒不招认。他们也不敢贸然杀我。只要我不死，小姐，时间到韩副局今遭奸计，身困牢笼，毒夫无义，九死一生，前车之鉴，勿等勿行，殊此忠训，招式无穷。韩主席，何审判长有请。妈的，老子正想找他。主席阁下，请留步。
韩副局，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等等，有。我想知道我韩副局到底死在哪位手里。罗兰，你早该知道是我。现在不需要我说出我的代号吧？黑梅花，一点不错。韩副局，现在你可以放心的去了。你敢打我？Dude.